前队长吗？想当队长的举手。有志愿的一二三举手。小陈，我不想做了，我做了好多次了。我也是做了好多次。那我举一次，我可以选。我觉得牛牛你可以试一下。可是我怕当几天走了多尴尬。哎呀，快呸呸呸！我先举手。从左到右依次发言。其实我当队长不是说专业上能帮助大家什么，主要就是氛围啊，然后还有你们的状态干嘛，可以日常去叫起床干什么的这种类型，然后零食干嘛的也可以。对对对，零食这个有点诱惑，零食有点诱惑。我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会照顾人的那种，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职责去帮大家 Q 流程，就是尽量我们节省大家的时间，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干最有用的事。嗯，妹妹林心薇，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但是我想要就是做一次照顾大家，就是虽然常常我是被照顾的那个。谢谢。好紧张，好紧张，我也很紧张，我好紧张啊。我前两组带就是都是公演最后一名，我其实就是有点难过跟不甘心，就觉得我们明就都很努力，想要好紧张，然后想要就是把这个表演做好，然后呢，带大家就是很完美、很机智的做到最好，对，想要展现好的舞台，哇。四个闭眼，然后我是那个人名字，大家举手好不好？好，一二三，选牛牛的举手，一二三举手。七岁，你不用闭，他们四个闭就好了。哎呦，选陈品轩妹妹的举手。好，那我们队长已经诞生了，他就是当当当四个字的秦牛正威。那零食这个事我们可以，对，零食这个事我记着了，记心里了啊。OK OK OK， 零食校长，然后饭，行，没问题，放心吧。我终于有一次就是照顾你们的机会。有没有获奖音乐啊？哎呀，那就先问一下大家，谁有想选中心位的意愿？哇！刺激啦，很刺激。我知道我呢是这个队里面最大只的人，就很难不看到我哈，所以干脆让我站中间吧。好了，开玩笑，不行，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我真的很想要选一次中心位，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跟我自己是很符合的，所以我有把握可以把它表现好，也是第一次竞选中心位。我在之前的两次公演的时候我都没有去竞选，是因为我害怕，然后我也不敢去选，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担起那个责任，因为我觉得中心位是整个一个团队的一个形象，还有就是他最主要被人家看到的一个位置，所以我那个时候不敢选。然后这次我想尝试选一下，我觉得这首歌它给我的感觉就像之前我的秘密的时候，我那一个舞台我没有表现得很好，但是我是希望可以在这一次弥补上次的错误，然后还有就是让大家看到我可以散发出来的能量。那这个中心我们找里面的一小部分的舞蹈的动作或者感觉，然后你们来 solo 吧， free 吧。Free 吗？好的，那我先吧。哦，那小宅，你挑一个吧。我挑一个。我呀，哦呦，好吧。爸爸，怎么回事？没了啊。Strawberry till my honey bun。问你吧，好，两个人都在对我放电，天哪。好了，我表演完毕。行了，最后。我为什么要选 C 位？没事，勇于尝试嘛，真的是。我要怎么跟这个妹妹比可爱呀？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乔乔要开始了，来吧，加油。Strawberry till my honey bun。哎呦，忘记拉筋了，我好惨哦。没事，
哇，我发现当评审团的感觉很好，我好幸福啊，我觉得好爽啊。对，哎，两个舞担呢，你们两个展现一下舞蹈好不好？ Strawberry till my honey bun with me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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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cherry till be ready to with me now now more cherry till be ready to say today I'll beat you in my arch lay lay I'll beat you in my arch bed wow好厉害哦，女孩子好甜，太紧张了。就最后一组，加油！不要紧张，天哪！加油加油 ！Strawberry till my honey bun with me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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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cherry till be ready to with me now now more cherry till be ready to say today I'll beat you in my arch lay lay I'll beat you in my arch bed哇，小鸡蛋！哎呀，好紧张，我啥也不会。哎呀，啊，我好想当观众啊！好，就是我们刚刚四个人一致的看完之后的感觉，就是有一位很确定的是张楚涵，先恭喜一下。谢谢。对，然后第二位呢，我们选择了小宅。天啊，我第一次带中心位耶，谢谢。虽然是临时的，但是我也会努力做好。